校长、会长、各位来宾、各位同学，晚安。我们是金马音乐会的主持曲。我是陈维耀。我是侯宇安。我是丁静怡。我是蔡继璇。我是赖文浩。我是郭明成。我是毛天宇。欢迎您今晚拨空来欣赏飞跃2018马兰国小第十届音乐班成果发表会。音乐成果发表会是马兰国小每年都会举办的重要活动，也是展现音乐班学生平时努力练习成果的最好机会。今晚的节目是我们精心策划，同时也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及练习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将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各位观众，也让大家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。当然，更希望对音乐有兴趣的你能一同加入音乐班的行列哦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首先邀请马兰国小大家长张凤珠校长为我们致辞。